小小狙击技，不对吧？投出第一了，哇，很棒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请问你是？我是台湾阿志丸。那我们今天在干嘛？我在一间不知名烧肉店，就是老板推荐的烧肉店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老板为什么推荐这间烧肉店啊？因为这间烧肉店超好吃的，就是你吃了你会眼泪有点掉下来的感觉。好，叫做。肉你好，肉你妹，嗯、不是肉你好。好，那为什么今天会跟选手们一起来踢吗？哦，就提早一天上来做准备，然后怕明天有什么状况的话，先讨论一下。明天有什么行程吗？明天要去比赛了，也没有太大的行程，就大家绷紧神经。今天就想说先吃饭，因为呢，那个明天比赛之后不知道会怎样，所以呢，先吃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输会没胃口啊，输会没有胃口。然后饮的话也没有时间吃，大家可能要忙着回家，就先聚餐，吃饱好上路的感觉。所以这是一个，这是最后一顿晚餐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明天成绩就决定是不是最后一餐。谁不吃的？不吃。他看起来就不吃。你看，你看吧，我跟你讲，选手很多东西不吃，很挑挑食的。不能。真的啦。什么东西不吃？我不吃茄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看起来不好吃啊。好，那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吉祥物。优虎。哎，优虎，请问你有什么东西不吃吗？我吃的都吃。好吃的我都吃。阿哥有什么东西不吃吗？看我都知道什么都吃啊，吃烂吧。每都吃烂。我什么都不吃，我想练球。你什么都不吃？我只想练球。你继续卖。你的人生除了练球以外还有什么？继续卖。练球，狗腿，狗腿，我只想练球，没了。阿行呢？生的不吃。生的不吃啊？对。那熟的呢？熟的就想要吃，想要吃肉啊。不可能。反正吃肉就好了。生牛肉你也不吃。生鱼片不吃。生菜吃不吃？不吃。那还有什么生的？生蚝啊。生蚝吃不吃？不吃啊。已经够强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啊。教练，你有什么东西不吃吗？没不吃。可多了。太多东西不吃了，海鲜类蛮挑的，就是如果不好吃的话，会反胃。可是海鲜类是什么东西叫不好吃？像是生鱼片啊，生鱼片有遇到很腥的，或者是海胆，新的海胆就很不能接受。可是上次一起一会，你吃的超开心的啊！要看好不好吃，难吃。哦，他是挑嘴，他是极度挑嘴，好吃什么都吃，但就挑嘴，挑嘴挑食。然后这边是挑嘴的啦，不吃我没有挑食。所以你们明天有信心吗？我们有信心的啦。有吗？他刚刚有信心，他看着他哎。教练是保底第四，因为我的讲话都会变反话，很危险，我不敢说。我只能说保底第四。我太危险了。保底第四。哦，没有了。那个人已经没有突出过一次。保底第四，我应该是。他说讲他要冠军，都得冠军。真假？他上一届的亚军。哦，对，他。你明天有信心吗？好，我没有比赛，我明天没有比赛。冠军，我没有。你有信心吗？有啊，我超有信心啊。对，一定要操盘对面。高冷有没有信心在于明天的比赛上？有信心，非常有信心。还有呢？你为了明天比赛有准备些什么吗？有，昨天有去唱歌。做了一个准备，换了一个发造型。OK。提升了，在气势上面就打。提升了满满的运气，点满运气，点满。好，运气点满。你对于明天比赛有信心吗？一定有啊，只要高冷不要搞爽就可以。对，只要高冷稳住，然后心态不要疯，我觉得应该是有十足把握会赢的。确实。然后再就是阿辉，他的工具人位真的很强，他虽然已经打得很烂，但是人是会进步的嘛。那我觉得他明天如果发挥他。日常的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是会达成的部分的。那我的部分的话，就是随缘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，就是一样把握自己的工作啊，就是抢篮板啊，跟那个篮下的防守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应该基本上八成胜率。
有有，那打电话问一下阿波，波哥的话现场扣一下，直接访问，现场扣啊。你们对于老板的想法是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可以讲，这可以讲吧，这可以讲吧，可以吧？对啊，应该都是很爱我吧？应该吧？那工作完的表情是？你干嘛？哪敢反抗？哪敢反抗？她就是我的女神，属于就是我的菜啦。这样可以吗？好尬！哎、欸，会不会太尬了？太尬了！太尬了！太尬了吧！我操！那可能想到呀。转角，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到。像家人的老板嘛，我觉得对员工都很好，这种感觉。然后就想家人，这样什么都可以这样。像是漂亮姐姐一般，像家人，对啊，我觉得像家人，比较不会像你家的漂亮姐姐，对，你家，我现在不能讲，我现在不能否认。很 SOD 哎，小紫狐，你不是最爱我的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剪。我跟你讲，来，我问你，我剪怎么正？是，没不是他平常不是这样子，他说整烂，平常的样子，整烂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花枝丸，你对阿菜有什么样的感觉吗？赞，很正，但很直脸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呢，它是一个充满着想象力以及逻辑能力的游戏，叫做 A 加 B 等于 C。好，那其实这个游戏很简单，就等一下会每个人轮流当出题者。好，但是首先应该都是由我来当出题。我的出题呢也很简单，我们直接示范玩一次就知道。好，你看现在选手们都非常认真，尤其是在玩游戏这件事情上面，从他们的眼神看得出火花来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办法。你认真吗？好，我们要开始来咯。 A 是教练的这杯可尔必斯， B 是我这一杯乌龙茶。当 A 加 B 等于 C 的时候， A 加 B 嘣，会出现什么呢？我们就可以做乌龙茶。你这一题算简单的，我这一题算简单哦。教练的可尔必斯跟我的乌龙茶，他们嘣会变成什么？要怎么猜？我跟你讲，大家要先去思考几个点。第一个点，这是一个逻辑游戏，所以你们想到教练的可尔必斯跟我的乌龙茶，他们之间的逻辑在哪里？第二个是你必须要定下心来去想一下。还是我猜猜看？好。窗户不对，小小，不好意思，小这个字要把它逼掉，小这个字要逼掉。地球，哎，不对，但是我觉得地球这个方向蛮好的。好嘞，接近了吗？啊，接近，蛮接近的，蛮接近的。我知道，哎，我有想法了，宇宙跟我讲，好，美乃滋，对，啊，美乃滋，答案就是这样。宇宙，你们想一下宇宙。感应一下，你在想为什么你的小跟美乃滋明明那么相近，我却不说你？为什么我居然说的竟然是地球呢？好，我再出一题。好，来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，认真听题目。那你们也念答案对不对？来，有白饭跟鱿鱼，白饭跟鱿鱼，嘣，变成了什么呢？等一下，我要拍一下阿芳已经整个停下来在思考。我说有人烤肉，花枝丸，不对，对，可尔必斯，可尔必斯，我觉得这个方向不错，但也不对。哎，你会出题目哎？真的哈？我知道了，我想到了，应该是台湾花枝丸。哦，答案就是台湾花枝丸。要放开你的思绪，快速的出一个，好，快速出一个，包括加那台相机，好，狙击机，不对吧？我懂，不对，宇宙告诉我答案了，拍立得，他有接近了，其实他有接近了，我知道，我告诉你，宇宙告诉我应该会是 Apex。给花型一个镜头，给花型一个镜头。好，哎，不行，把我的选手玩到这个心态崩。对啊，明天盯住哎。哎，这个游戏真的玩到心态崩掉，你会怀疑人生，因为你一直没有跟宇宙接上线的时候，你在怀疑人生。我已经开始怀疑了。你要怀疑吗？
然后加上李敏镐的心脏。哇！你看花型的脸。好啦，那你回答好了。我来帮大家跟宇宙接通一下。嗯，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，不是啊，也不是吗？我知道了，你真的会把他们搞崩哈。我知道了，是香榭大道上的那一片叶。没错，就是香榭大道上的那一片叶。浪漫，浪漫，好浪漫哦。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我觉得跟游戏 VIP MVP 其实是花型，肯定是花型啊，是吧？那不是。